王先生，香港有多少人？差不多有680万。你每年都去香港吗？是的，我也常常去台北。台北你去过几次？差不多有20次。台北有多少人呢？差不多有300万。Listen again. 王先生，香港有多少人？差不多有680万。你每年都去香港吗？是的，我也常常去台北。台北你去过几次？差不多有20次。台北有多少人呢？差不多有300万。